搞不搞？它是猫，主要是因为它在戏里面就天天也不出门，就像猫一样，天天窝在家里面自己跟自己玩。你说它角色？这么说是我本人啊？他问的是本人。哦，你本人的话，你本人的话是猪戏吧？为什么是猪戏？白白嫩嫩。教我唱吧。你想唱什么歌？世上只有妈妈好。拍吻戏时谁更害羞？纸袋吧，这是给你。也没那么夸张，你不要把我塑造成一个很自恋的人设。镜子都是我照的，我不好意思。那次舞台，我说应该是人生中最后一次相见了，应该是。对啊，你那次就说是最后一次相见，结果录歌的时候又是最后一次相见。过几天，咱们又要最后一次相见了。又要最后一次相见了，真是个头啊！街角的那个风铃，被风吹得咚咚叮叮。就像我要追的星，迎面而来的就是你、yeah、你完美弧度最新，勾勒修长的身形，带着阳光的光。我是为了成哥远才接这部戏。我想我是为了成哥远才接这部戏。等一下，你刚刚听到我说那句话吧？我听到了，所以你们没有看到反应是吗？没有看你的反应，解释一下这个梗，就是这个是个梗啊。每次在现场就是冷着一张脸，这是一个梗，就陈老师每次在现场。